IQ Rock. Hello，我系 Peony，我会读 Stage Directions。Hello，我系 Marco，我会读查哈。Hello，我系 Dominic，我会读阿森。Hi，我系 Calista，我会读 Mary。Hello，我系 Jason，我会读列文。第七场，查哈睇嚟十分不安，同阿森倾紧。阿森，喂，大佬啊，你夜晚去咗边啊？揾你揾咗成个礼拜，你又唔喺屋企？有嘢做啊！有咩做啊？想叫你坐车，你又唔喺度，你条粉肠死在边啊？去咗 Miss Mary 屋企度补习。Mary 拎住一份报纸走入 F 班课室，查克好似好嬲。Good morning, class. All right，今日就唔止听歌啦，我哋一齐 read the newspaper，睇报纸，学生字。有冇人想试下？唔使全部识晒嘅，我都会帮下你。你哋尽量试下串个字，然后读出嚟就得噶啦。查哈举手，阿森感到惊讶。Very good，查哈，come in front。Now open to page 15，由第一段读起。查哈从 Mary 手上接过报纸，慢慢翻开。突然间，佢将报纸织成一个波。咦，有个波喎！喂，一齐听咯，喂！F 班几个男仔加入查哈，边踢边叫嚣，吓到 Mary，亦令佢感到好嬲。同学，你太过分啦！俾翻份报纸我。Mary 尝试收翻纸球，但唔成功。查哈同同学仔继续起哄。俾翻我啊！俾翻我啊！够高你自己攞咯，呢度啊，阿森企起嚟大叫。查哈，唔好咁扑街啦，俾翻个波我。你有病啊！你而家系咪撑条死叉婆啊？Mary 被查哈嘅言辞吓到，走上前刮咗佢一巴。所有人都唔敢喐。查哈慢慢回过神来，然后慢慢开始发狂。佢嘅同学一同拉住佢。你条死叉婆，教教教教你老母啊！搵鬼听你教呢殖民地语言，所以你咪老姑婆咯。查哈，你太过分啦！阿森向查哈面上打咗一拳。所有人见到阿森失控都感到惊讶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查克揈开身边嘅人，扑向阿森，两个人开始打交。列文听到吵闹后赶到，并开始用手杖砸打学生。落嚟打交嘅咩？吓，打交咪好威啊！而家打嚟啊！所有人都被吓到，唔敢开口。所有人都怕列文，特别系佢攞住手杖嘅时候。阿森，擦哈，去校长室，立即。阿森同查哈不情愿地起行，Mary 跟上。第八场，喺列文嘅办公室中，阿森、查哈同 Mary 安静地企住。列文好嬲。头先到底发生咩事？我问你啊，头先发生乜嘢事？冇人发声。列文转身面向阿森同查哈，直盯佢哋嘅双眼，等待佢哋嘅回答。佢哋知道，如果再唔回答，一定会有麻烦。擦下佢。阿哈系有少少调皮啫，佢攞咗我份报纸当波踢。然后咧，佢叫 Miss Mary 做死。Mary 暗示阿森唔好讲嘢，阿森不情愿地照做。列文见到两人之间嘅交流，并将注意力转移到查哈身上。查哈越嚟越紧张，
望向阿森同埋 Mary。 我唔知你两个发生啲乜嘢事，但系如果俾我知道，察哈你再系咁冇规矩嘅话，我一定会罚你。你系咁想做烂仔嘅，你就以后都唔好再翻学。即刻同 Miss Mary 道歉。察哈好唔情愿向 Mary 道歉，佢犹豫，直到列文企喺佢面前，佢转身面向 Mary， 再慢慢走向佢。对唔住，老师。唔紧要，唔紧要，我都对唔住。Mary 回应察哈嘅道歉，并摸住察哈通红嘅面。察哈紧握拳头，紧盯住 Mary 后离开房间。阿森望住察哈离开，而列文同 Mary 互望并点头示意。Mary 同阿森离开房间。第九场，期中试期间，所有 Form 5学生都在考试礼堂。阿森左顾右盼找察哈，但是找不到。察哈不在礼堂里面。考试结束后，学生正在讨论考试结果。列文和 Mary 正热烈讨论。只是得阿森一个 pass。大部分同学都只是写了自己的名字，他们根本看不明白问题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Miss Mary， 他们不需要明白任何东西就可以 pass， 你只需要教他们死记和照抄一些答案拿少少分，这样就教他们 pass。 你知道2014年 SPM 的英文科100分里面6分已经是 pass 的了，但是这样都还有 15% 人 fail 啊。我不可以只是教他们拿分 pass， 他们要真的识英文，那 SPM 之后才可以运用到。识英文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，甚至是离开这条村的机会。现在太迟了，我们哪有时间啊？这个市的程度和他们现在的水平足足差了11年啊。是，就算他们识英文，但是 SPM 英文 fail 那又有什么用啊？他们成世人就是看今次这张成绩表，如果这次 fail 了英文，他们是连在工厂做事都不行，没有人会再给任何机会他们。 Mary 无法反驳。哎呀，我麻烦你了 Mary， 他们 SPM 只剩3个月，你是可以帮到学生的。是，这些不是你教开的学生，他们不是城市的细路，这些学生是在乡村出世，乡村长大，家庭环境不好，老师不好，成长状况不好，教养又不好，整个社区和文化都不好，父母离婚，家境困苦，问题多到数极都数不完。所以他们逃离现实的方法就是在学校打打闹闹，旷课，食烟，揸车兜风，还要是无牌驾驶那种，打散工，然后不用想啦，他们一个二个就会绝学。他们父母那辈成世都是乡村的穷人，根本就没有读过书，字都不识多只，又怎可以解决到他们的问题？但是我们可以帮到这些学生，帮他们在 SPM 那里过关拿 cert。 其实 pass 到马拉文那科已经够拿 cert 的了，这张 cert 这张纸已经帮到他们找工了。而拎着这张 cert， 他们可以去工厂做事，甚至乎是去社区大学那里继续读书。如果他们英文都 pass 了，他们还可以有更加多的机会。列文，你说得对，但只是叫他们死记和照抄答案是不对的。我没有办法这样教，我会教一些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，而不是只是在个 system 里面过关。选段完毕。